二十四要郑敬熙。今天他们还可以救我一名队友。姐，郑义翔赶快回到场上。哇，郑敬熙直接把球给接下来，太猛了。来，哦哟，全部都打夏普瑶，全部都打了下来。夏普瑶四根球都往他身上招呼，他完全闪过。红队的队友赶紧拿回来。郑义翔这个球没有砸到，赶快弹药，赶快补充。夏普瑶自杀式的攻击，补牙，结果被郑义翔隔挡掉了。哇塞，现在小豹剩下了郑义翔的对决。对，刚刚小豹差一点点踩到底线。对，还好队友提醒。来啊，来啊，这个球砸偏了，他摸了。哇，一接接杀了。在我们每次的组织或者进攻什么东西，你要大家都要记住，我们还有彼此哎，还有后面的人，还有队友要去帮忙，要去 cover。然后有时候一时的情绪上来，脑冲或者一时的没有配合，就会整个情势就会差非常非常多啊。夏普瑶，夏普瑶，但是你想法很好，好不好？但是后面有人，好不好？好人，外放生队友。当我们说冷静。大家只把它当作两个字，大家没有听到心里去。一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就超火大，超火大！帅这一时没有用啊，而且重点是也没帅到，超火大。